厂里发地图，伊拢讲先先找附近的物件，去到位再搁找，再搁找。你老弟说的，你要拍老弟去找。对对对，讲去到位再搁找就好啊，爱较紧。我看像伊伊咧用手机也是拢先找地图出来，啊，迄个附近有啥物件先拍遐。我看人咧拍咧，伊讲到位啊。啊，比如讲，你要买新包，啊，你个新包都先拍先，先个拍，拍新包，要一斤下下，还是讲一斤三斤？先拍遐，啊，到遐时阵你要找因兜，再到遐再搁找，嘿啦嘿啦，对啦，莫一格格拍到，这个拍到拢找无啊。啊，有时啊拍来拍去嘛，好啊，干脆无来啊，拢安尼，有时啊赶时间啦，啊有时啊赶时间才要拍嘛，找无啦。有影，你个少年来讲个，你要所在啊，你风景区不要拍风景。对对啦，对，伊讲较紧啦，对，我感觉较有。伊讲你一定要先拍重点个所在啦，莫逐工拢拍来。对，安尼伊解释无啦。拍较有出来啦。啊，我看伊咧拍拢会啊，伊拍拢跳出来拢有啊。伊要多大楼对？啊，这款三 C 个物件，你若真正无一直摸，摸一直摸拢会无啦，即个变吼。不讲话者。哎，有一条绳啦，一条网，才知影啥物性质啦。啊，我着即换少用啊，拢附近尔，伊拢知影，拢无咧甲拍。一般到尾去，毋知影所在要去拍落只，即拢会找无啊。我即马伫学阿昌安尼啦，我先看地图，你要去的所在先看地图，迄地图先甲拍出来，啊，再落找看遐附近有啥，啊，饲也较紧嘛。但真少用，真少用到，真少出去。我即摆搁想讲要来